少佐，少佐，少佐不好了！第二看下去出事了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第二看下去有三个守卫被杀，他们的衣服也被剥去。另外，刚刚招工回来的三个马路党下落不明。问题严重了，传我的命令，全基地戒严，拉响警报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是。董斌，把我的武器还给我。 你必须听我的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死也要把高安救出来。你躲开！你要冷静。在这个时候，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。高于你个屁！走开！哎呦！快！快！快点！快！快！ 引爆，我立刻就杀了你！哎呀，何天，放开！告诉你，我研究过这种建筑，我们的爆破只会引起混乱，伤害不到高寒的。我才不相信你呢！我不相信你杀死高寒不会的。何天，你不能引爆！24万百姓怎么做都是值得的。 老师，实验室下面的化学仓库突然发生爆炸，情况不明啊！化学仓库发生爆炸？是。冈本，三号马路大就在化学仓库附近，他现在怎么样？老师，这里的建筑已经非常危险了，我帮你去找三号马路大，你赶快离开呀！混蛋！三号马路大是我十几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，没有他，我哪都不去。 快去找三号马路大！老师，老师，跟我走，保护教授。是。马路大。
王云飞，快！快把他弄出来，把这个搬开，快，王云飞，没事吧？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老于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炸药是不是你引爆的？啊，云飞，我们是在执行任务，还说什么狗屁任务？我告诉你，高寒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把你们军统这帮王八蛋一个一个都给宰喽！满楼的，满楼的，我的马楼的，老师，这里太危险了，快离开这里吧！老师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搬！好，快来！三号马楼的，来！三号马楼的，马楼的，快点！马楼的。我的马路的，快点搬，教授，这里不安全，请马上离开。马路的，我的马路的，主编，保护教授，马上离开。乔本教授，这里很不安全，我保护你离开。没有三号马路的，我哪儿都不去，你滚。乔本教授，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。五号特工组已经混进了基地。请你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。保护我？笑话！就凭你们两个傻瓜保护得了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三号马路大是我最伟大的研究成果，没有他哪里都不去。你滚蛋！教授，杜斌，这个人已经疯了，你派几个人在这里守着他，其他的人跟我搜查基地，一定要尽快搜出五号特工组。是，走。等我找到了高寒，我再给你算总账。扶我起来。我的马路的，马路的，快，在这儿救人！快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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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！别动，桥本斗三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快点把他绑了。我的三号马路大还活着，三号马路大还活着，在哪儿啊？在那儿，快救人！马路大，躲开你！别动，何健，快点，快！马路大，走啊！三号马路大，闭嘴！高寒，马路大，高寒，高寒，高寒，你没事？醒醒，高寒，你醒醒，快把孩子抱走！来，慢一点。高寒，高寒，高寒，高寒。嗯，高寒。嗯，马路大，你还活着？闭嘴！你没事吧？啊，云飞，啊，这个地方不能久留，快走，走，起来。哎。哎，怎么了？把防化服穿上。好，快！啊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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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搬这边，你们几个去那边，站住，救火救火，先救火，来了，快点，秋本老师，秋本老师，秋本老师，快快快，秋本老师，赶紧救火，是，看着秋本老师没有，没有。快点，快点，到那边来，来了来了，快点，快点。
师，桥本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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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抓住他，别跑！乔本老师，高安，高安，快走！马云飞，走！上车，走！高安，快点，快上车！伙计，一直往北开，翻过前面两座山，再往南走150公里就到猫耳渡了。到了猫耳渡，咱们就算交差了。秋也熬到头了。汽车没油了，赶紧下车吧，接下来咱们得步行了。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看看。咱们在这儿，赵家坳，往南走100多公里，有个村子
叫猫耳渡。我们到了那儿，会有人接应我们。这道可不近呐，大家收拾一下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二丫，二丫，二丫，你醒醒！二丫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突然就这样了。这是正常现象，时间到了，给他打一针抗毒血清就好了。看他那外表，很难想象他曾经害过成千上万条人命。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，他是个杀人魔王。在他的字典里，既没有救字，也没有人字。万县的百姓就是他害的。你们不要用那些肤浅的眼光来审视一个伟大的病理学家。我杀人是为了拯救另一些伟大的生命。那些死了的马路的，应该为能参加人类这样的发展而感到荣幸。闭嘴！你这个疯子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打死你！哼，下去！干任何行当要取得成就，那都是要付出牺牲的。你们干特工就不杀人吗？你们看看，我不仅给他们，也给我自己，注射了病毒。三号马路的，四号马路的，你们身上有我梦寐以求的抗毒血清，有了它，我不仅可以拯救你们中国人，还可以拯救我自己，甚至全人类。你简直就不是人，畜生！你最好把嘴给闭上，赶紧走吧。快进。何健，拉他起来，起来！老于，老于，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。前面有个村子，快跟上，走。何健，桥本交给你了，放心吧。没错，是桥本教授留下的。他们往那个方向跑了，追！追！这不，翻过这座山，再走六七十公里，估计就到猫耳渡了。走。别给我耍心眼儿。不行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走不动也得走。不行，我走了。怎么？想耍赖？我走不动了。你给我走。我不想走了。我不走了。跟 我实在走不动了。走不走？走不走？走不走？你扛着他走。什么？你让我扛着他走？扛着他我都嫌晦气，我看一枪把他打死算了。等到了重庆，
你带一枪打死他。你说的啊，滚，走。走不走？走。给我仔细的搜。给我加快速度。追。玉飞啊，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追不上了，大伙都累了，歇会儿吧。好，歇会儿吧。坐那儿，歇会儿吧。老实点儿。高寒，慢点儿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哎呦喂！慢，日本疯子，别动什么歪脑筋。我随时可以一枪打死你。嗯。你先歇会儿，如果能睡的话就睡一会儿。我给你们站岗去。你小心点。嗯。何健。嗯。一会儿来换我啊。好。嗯。我去了啊。哎，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看到你没事了，马云飞这小子可开心了。你不开心呢？那还用说吗？我可比他开心多了。让你们担心了。没有，只要你没事就好了。妹妹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马云飞这小子虽然看上去靠不住，可他心里真的是很在乎你啊。尤其是这次出了事儿之后，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，有好几次他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。嘿嘿，不过话也说回来了，为了高寒妹妹你啊，跟谁不玩命啊？如果换我，你是我媳妇儿，我得比那小子玩命一万倍啊。我知道你们关心我，谢谢。谢什么呀？咱们什么关系啊？啊？行了，你赶紧歇会儿吧，一会儿还得赶路呢。好，你也好好歇着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不好好歇着跑这儿干嘛来啊？啊，我怕你渴，给你送点水来。还是你知道心疼我。说实话，我真没想到还能和你坐在一起。瞎说什么呢？咱们不是在一起呢吗？我刚才听何坚说，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丢了。还用何坚说呀？你自己想不到啊。再说了，除了你之外，谁还能要我的命？这我知道。云飞，你是我的好男人，是我的大英雄。
高寒，你记着，我不是什么英雄，但是就算死，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。走，哎呀，快点走！走！这边追，快追，快！哎呀，走那边，对，这边。我不想走了，哎呀！快点，哎呀，哎呀！我走不动了，我想休息。走不动也得走，别装蒜。走！哎呀，你们是职业特工，受过专门训练。我是个学者，体力没你们那么好。你那些体力都用来杀人了吧？啊！别想打什么小算盘。我知道，你想拖时间，等着你的同伙来救你。走！随你怎么说，反正我是不走了。我要休息。你不，你不走我就打死你。休息。乔本起来，赶紧走，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，听见没有？岳飞，冷静冷静。毙了我？你不敢开枪？你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，不就是想把我抓回去替你们卖命吗？把我打死了，你们任务不就失败了吗？少在这废话，赶紧起来走。快追！快点！不对，鬼子追上来了！快点起来，走！快走！左肩、志鹏，你们两个断后，我在山脚底下等你们！快！快见他们顶得住吧，他没问题，赶紧走走走。
抓活的。二丫，二丫，怎么了？他好像发烧了。嗯，先放下来吧。松手。真的发烧了。那怎么办？你干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发烧了？怎么样？哎，高寒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也发烧了？啊？人体的体温一升高会迅速降低抵抗力，不能再走了，得赶快休息。那也不能在这儿休息啊，得赶紧找个地方。何坚，走。现在不能点火，大家呀先吃点干粮增加热量吧。啊，嗯，来，这个地方还算比较隐蔽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了，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再接着走。何坚，嗯，你呀站第一半岗，两个小时之后把我叫醒。行，放心吧。哎，大家赶紧吃，吃完了抓紧时间睡觉。报告，怎么样？还是没有发现桥本教授的踪影。废物！是。无论如何，也要找到他们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到国民党的控制区。继续搜索。
歇会儿吧，原地休息。坐下。高寒，二幺交给你了啊。志博、老云，咱们到前面去看看路。走。好。何坚，放心吧。老云，把地图拿出来。我们现在在哪儿？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这儿。再往前走出这片林子，翻过前面那个山梁，就应该好走一些了。何坚，毛巾给我。哎。干什么你？起来！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，小鬼子跟到哪儿，原来是你给留的暗号啊！我，妈呀！你这个疯子，我管他认不认我，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！色在脸上，为我做掩藏。漂洋过海，我悄悄上路，消失在迷幻的羊肠。这一片霓虹滴在身上，化作迷彩妆。天亮之前，我屏住呼吸，埋伏在敌人的心脏。亲爱的人啊，临别时来不及儿女情长，让那万家灯火的暗香
转告你此行的真相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露出笑容为我装胆量，朝着仇恨路过的方向，悄悄地打住背后一枪。在脸上为我做掩藏，漂洋过海我悄悄上路，消失在迷幻的洋场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临别时来不及儿女情长，像那万家灯火的暗香，转告你死心的真相。亲爱的人啊，露出笑容为我装胆量，朝着仇恨路过的方向，悄悄的天快蒙蒙亮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临别时来不及儿女情长，像那万家灯火的暗香，转告你死心的真相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露出笑容为我装胆量，朝着仇恨路过的方向，悄悄的天快蒙蒙亮。你的脸上阳光就要唤醒。